陈总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就回来啊。李爷，要不要我帮忙？不用了，在这儿等着吧。啊。还有个钟，是不是宫中珍品？奴才该死，奴才不知道宫中有什么珍品。小李子有没有打赏你？有，可是奴才没有拿。起来，扎。哦，大清有救了。春露，我们不可以纵容这群败类。扎，奴才从明天开始不再帮李爷送贼赃了。不行，一定要送。你知不知道我准备去找谁？奴才不知道。你别告诉人家，我准备去找大总管商量商量，到时候你要作证。我要人赃并获，扎，奴才一定守密。我好久没听人叫得这么正气凛然了。扎，老佛爷有一次游园赏花，夸我叫得响亮，我毕生难忘，真是虎父无犬子。再叫，扎，好，扎，再叫一声。有没有发现？没有。报告，没有发现。准备，是。走吧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哎，等一等。宝物在这儿呢，是他偷出去卖的。对了，就是他。不错，把他抓起来。是。哎。宝物是他偷的，我没有偷啊！我现在只看见你一个人呢，你等着午门斩首吧，把他带回去。走，这跟我无关的。